是公关列车长的112年1月8号，那个七堵站，七堵站8:23，出发车是西湖车北湖发车就依然现开哦。芙蓉，一绿色一下车，没多少900席，936全车。哦，这边有个特仕版。3024的特仕版观光列车，那这边有一排3000。下车时请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空隙。那七号这边是17H 哦，七号发车就西湾线回送基隆的 PP 纸条。我下面跟马仔们多多给我们打招呼。8:24在七堵站拍摄。原来是在这吗？拜。8:24。